今天我们来到了江苏淀山湖垂钓基地，听说这里放了好多好多的青鱼，所以说今天我来挑战一下，看看能不能盘老板。我们先去买票，今天有点来晚了，抽，看看怎么样？几号？来这去吧。106不行。啊，106不行。怎么过来？刚才我们抽的受到限制了。第一个就是106号。我刚才问了一下周围的钓友，说这是一个钓鲤鱼的神位，钓青鱼的休息一下的位置，所以说我们重新抽吧，加300块钱，再赌一次。都付过了啊，看看这次能不能抽个好的。转过去了，老板，然后去那边再抽一次，好心疼。然后就给，哎呀，再来一次，这次怎么样？61，神位真好，好吗？61好吗？61好，你们笑什么？61啊，好吗？抽了个61还是不好，老板给我建议让我再重抽，那这次咱就抽到底，再抽五次的。多少钱？截图，截图，一定要截图啊，直接截图。那应该不好中，不要截图。26号，老板说这是个神位，今天我们应该能钓好吧？快点去准备吧，我们快没时间了，走了走了。天哪，已经开始了，我们刚到钓位啊，我急着呢，我好着急，好久没钓黑坑了，紧张，赶快调漂，已经都有中鱼的了，现在，今天一定要把老板盘了。今天我们选用龙大物巨物板，听说这里的鱼情特别的暴躁，我们就直接狂拔。赶快调片，他们都已经开始了。来，我们开始啊，看我下杆能不能中鱼。第一条，哎呀！快速回鱼，我们一定要快，因为我们这快把我抄的中鱼了，好紧张。我这杆子有点长，前期的鱼情还是很暴躁的。这对我来说还可以啊，这条鱼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再回一下。再呛一口，再呛一口，直接拽线，戴上手套可以直接拽线，能不能稳准狠一点？哇，太小了，超网太小，这是我们的第一条鱼，快摘钩入货，摘钩摘钩，我们的第一条鱼就上来了。啊！你干啥？不是啊，鱼货。鱼跑了，鱼跑掉了。鱼不就放旁边，别放边上，放旁边。帮我拿一下呀，没把鱼扔进去啊。这混乱的，进去。哇塞！慢点，回来。天哪！老板说了，前一个小时要抢鱼啊，看谁钓的多呀！我要加油了。哇，连杀了！来，回来。天哪！往那边倒。好。因为这个飞呀、啊，我都怕掉沟里。怎么这么大劲儿？这条鱼咋这么大劲儿？这个大是吗？我的天哪！鱼休闲机啊，鱼休闲机，发财了，兄弟们！这太好玩了，这不会是双尾吧？这么大劲儿，有可能是两条，都回不来呀、啊！这鱼，我坏了，这条鱼都过不来啊！我天，哇塞！毛的大尾巴，毛的尾巴吗？好不痛！哎呀，这条鱼劲儿太大了。好的，兄弟们，就咱们这个哇，钓这个的，哇，这条鱼大。哎呀，漂亮，兄弟们！帮抄啊，兄弟们，今天可以帮抄。太牛了！哇，这条鱼好胖啊，怎么这么肥？让我去，反正给你帮忙。啊，这条鱼好大呀，看。啊，入户，咱们继续，抓紧时间。太暴躁了，刚才。我想象中的钓鱼是坐在那里稳稳当当的喝口水，然后等黑漂，没想到这儿的鱼情是这么暴躁，手忙脚乱的。哇，这个鱼终于钓了，又一来，哇，又一来，我太刺激了，哎，太过瘾了，这也大，兄弟们太爽了，果然有旁边又上鱼了，太过瘾了，帮上忙了吧。谢谢大哥呀，我们的抄网刚拿走了，等一下用旁边的大哥的抄网吧。要你没又是旁边又是好，谢谢大哥啊，我现在钓五条了，要你没继续啊，兄弟们，现在刚才那个暴躁期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我们的鱼情有一点慢了。好朋友们，刚才我们在那个钓位爆连了一个小时之后，竟然没有口了，所以说我又找老板又买了个钓位，听说这边非常的暴躁，管他什么钱不钱的，咱们今天过瘾就完了，上岸有点费劲了。野三川龙大物巨物板，
五米四，飞啊！啊，翻身了！啊，又一尾。老弟，我还能往上看一下。看我怎么了？呀！我也。不要再反抗了。快的，是吧？给我这一桶六啊！翻身的。再来一个，各位。好，入超王。666，漂亮，叛逆的大青鱼，哇，又一尾大青鱼入库。现在天突然下起雨了，然后我们也不钓了，到时间了，这是我们的第一户鱼，然后那边还有一个户，我们看今天卖多少钱，好不好？来，这是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是六条，然后那边还有一个户呢，我们一起去收鱼，走了走了走了，这是我们的第二户，第二户来了，来，咱们一起称一称，看看有多少斤。放到一起啊！来，提到一起。好。肯定是大的。看看多少多少。哎呀妈呀！100多。100，减十斤啊。九。减十斤啊。90, 等于90斤，7块，是7块钱回鱼吗？79。630。630，两张票呢，老板今天含泪赚了5000块钱呀、啊！我不服，明天我还要继续。去哪领钱？去哪领钱了？拜拜，再见。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，我要惊讶欢迎你我。